就这样。开什么玩笑？大的没看呢。啊，是这样啊。对呀。你看，这都有看的，没看的。平常像那个，像上面那修的打薄是吧？对。知道。我一般修过，两边修过以后再打薄。其实我能修动的，我全部不打。修过以后再打。这怎么出来的？这不那个小山东的刀吗？对呀、啊，就是他的刀。这刀快哦。我磨的呀，我改的呀，不改不行。他要不改的话，修一修就不快了。这有没有看到？还可以吧？嗯，还可以。是，还可以，给我啊。那必须的。你知道我是怎么打薄的吧？我一般都推的，看得清楚。如果那样打薄的话，慢慢推的是吧？对，如果说那样打薄的话，是吧？刀就挡住，就看不见了。慢慢推呀。对呀。有的这样推不动的，有的。是不是可能都能推动？那种铁子甲推不动。也能推的，都一样。那都一样，下次遇到就知道了。呀，这还有十个牛啊！